Who pay respect to Buddha by reciting the mantra 3 times.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Okay. 我们今天继续讨论萨巴纳玛代名词组。代名词组呢，总共有28个字。这28个字里边，我们学习了萨巴亚达。萨巴亚达伊玛哈木，这些我们都学了。其他也很相似，我们学了东哈阿姆哈，东哈是你，阿姆哈是我。大部分都是阿结尾的，巴黎叫做阿嘎兰达。巴黎呢有阿嘎兰达、阿嘎兰达、乌嘎、伊嘎兰达、伊嘎兰达、乌嘎兰达、乌嘎兰达、A 嘎兰达、O 嘎兰达，也就是 R E U A O， 都是可能在一个词的结尾。现在阿姆哈呢是阿结尾。既然是阿结尾的话，基本上都跟普利萨的或者是吉大的边格相似，但是却会有很多新的经目，可能哦，有一些是跟普利萨的这一些经目边格经目相似，所以针对你东哈阿姆哈。这两者呢，他们没有属性，无论是阳性、阴性、男女，它这个词的属性都是一样。所以你可以说，这是没有属性的词。因为有属性的话，它就不会变。那我们已经学完了东哈阿姆哈，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继续学习的。我们看161经目，就是第三卷的开始。Dom ham hehi namakam. Dom ham hehi namakam. Nam akam. Nam akam 是 nam 和 akam 两个字的连声，所以 dom ham hehi。这个是 nimitta， 是条件标志，因为是 he， 所以无论什么还是 he， 也就是第五格或者是第七格。所以这边可以翻译成之后，就是 domha 和 amha 之后。本来它是指。从后面，它这个可以是第五个，也就是从东哈和阿姆哈这两个之后，
所以呢，这个尼米达条件标志先在这个句子的前面。尼米达条件标志可以出现在前面，或是在左边，或是在句子的右边。现在这个是在左边，所以呢，就可以翻译成之后，动哈安哈之后，就可以变成这个 nam 将会变成 am 阿岗，也就是在东哈安哈过后 ，nam 另一个标志可以变成阿岗，因此东哈加 nam 将会变成阿岗，安哈加 nam 也会变成阿岗。因此就出现东哈岗和安哈岗这种词，这些字了。因为它是 nam 变革标志，它的含义是你们的，或者是给你们东哈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翻译成你们的英文呢，只能够说你的，或是you， 或是 of you， 或是 yours， 不能翻译成 use， 不能加一个 s。所以东哈岗是你们的。安哈岗是我们的，英文可以是 of us 或者是 our。在句子中，也许在英文句子中，你可以决定什么地方用 our， 那什么地方。用 of us， 这是英语的文法。那东哈岗、安哈岗的巴利是你们的，或者是我们的安哈岗。另外一个翻译是，如果它是第四格的话，东哈岗就变成给你们、为你们，安哈岗是为我们。所以呢，可以是 nam 是第四和第格复数的变格标志，大家可以连诵看 siyo angyo nahi sa nam samahi sa nam。所以呢 ，nam 沙 nam 发生两次，在第四格和第六格。所以这一个字母是第四个、第六个，而且它没有哇，所以没有有时，所以呢，它就必须变成东哈岗和东安哈岗了，也不会有。东哈囊、安哈囊这样的字，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哇，也就是没有有时这个允许。我们再看162节目。哇哇哇哇巴特摩。我们可以读 you up， 但是我们通常念成 you up。哇，巴特摩，为什么是哇有时呢？因为它不是一定发生。哇，巴特摩是哟加阿巴特摩，阿巴特摩是非第一个，也就是这个不是第一个的哟，是第二个哟了。因为 yo 变格标志有两个 ，si yo ang yo， ang yo 的 yo 是第二个 yo， 所以呢 ，yo 不等于是非第一个 yo， 所以是第二个 yo 了。不是第一个 yo， 就是
意思就是第二个有。有啊，不怎么有变个标志，而且是非第一个有，就是第二个有。第二个有是什么呢？行有就是个第二个啦。那这个有在是第二个有只是咖喱能做，没有条件标志，也没有。所做也就是四边只有牛奶，没有乳酪，也没有它的里面大条件标志，因此应该延续上面的积木阿姆哈东哈，那就是阿姆阿刚了，也就是第一个，也就是又会变成阿刚了。这个积木只有牛奶，没有乳酪，所以延续上面的积木，我们就知道哟，将会变成阿刚。那因此，这积木是哟，也会变成阿刚。所以你会发现，只有龙哈刚、阿哈刚这些字，但是这边的龙哈刚和阿哈刚呢，不是第四个、第六个的意思，它是哟。第二个的用是属于宾语的东哈刚和安哈刚，比如说巴沙米，巴沙米是我看，因为是巴沙米，所以说是我看，所以东哈刚巴沙米就是我看你们呐、啊。所以这边东哈刚是宾语，是第二个，是东哈加油。有是宾语，是属于动作的对象，不是第一个有。第一个有是属于主语，所以东哈刚是东哈加第二个有，有变成阿刚，过后阿被删除，就形成了东哈刚。这个东哈刚呢，就可以作为宾语来用。然后阿姆哈刚巴萨西，巴萨西是你看，阿姆哈刚巴萨西就是巴萨西就是你看我们，阿姆哈刚是阿姆哈加油，这个油是第二个油，在这个节目底下它变成阿刚，所以就形成了阿姆哈刚。因此有变个标志就可以形成了东哈刚阿姆哈刚了，它跟第四第六变个相似，所以必须在句子中去了解它究竟是哪一个格位，是你们我们，还是给你们给我们，还是你们的我们的，所以就有这两个，就有这些选择，它都是从 your 变个标志来，或者是从 num 变个标志来。如果在这个积木里面有一个 wa， 所以是有时，所以呢，有时可以变成 am ha gang dong ha gang。如果不变成 dong ha gang am ha gang， 在第二个怎么做呢？由于它 dong ha am ha 是 a 结尾，所以就跟布里萨的变革一样，所以是东黑暗黑。所以第二个 U 呢，就可以变成东黑或者是暗黑了。东哈刚。也是可以，东黑也可以，阿姆哈刚和阿姆黑也是可以，同样意思。阿姆哈刚呢是运用了这个经木162过后才产生，阿姆黑呢是没有用这个经木。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个字，瓦迪维卡本纳提纳，维卡本纳提纳什么意思呢？一娃
这个 wa 呢有 vikapa 的含义。With wa, which has the meaning of vikapa. Vikapa 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 Vikapa is a special thing. 含 vikapa 是特殊的，特殊的，特殊的含义。所以这边的 wa 呢，是指出特殊的含义。也许你会说，当你说哇的时候，可能会想，哎，是要做什么？是哦，原来是 Yonam An Anam Hondi。Yonam Yo 的 Am 和 Anam， 也就是 Yo 也可以变成 Am 和 Anam 的意思。这也是通过这积木的哇来多出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哇这个功能呢，这个哇这个字呢多一个含义，就是有 vikapa 这个含义。 vikapa 的意思有特别的意思，特别的意思。为什么会有一个哇呢？所以这是特别的考量，或者是特别的安排。比如说在英语我们说 of you 跟 you are 是一样，但是有时候不用 yours，也不会用 use。 比如说男人的 书本，我们讲 讲那 gospel， 但是不会说 u 撇一个 s。 但是呢这种方式不会放在 u，这是特别的。比如说 Janaka Spoo Janaka Pie Yes 就代表 Janaka 的，但是 You 就不会一撇一个 S 代表你的。为什么呢？因为需要有这些题目的限制，限制这些规矩，也就是在英文里面 You Me 结尾不能用撇，好，撇号一个 s 代表你的我的。因此英语有这样的文法规矩，法律也有特别的。因此这些特别的安排，英语呢没有所谓的金木，它是一字典的安排。因此在积木里面呢，它是依照经典教理里面的例子。比如说经典里面有一些字，那文法书呢就要解说了这个字怎么出现。那在文法书比如说卡加纳呢，在看到积木这边多出一个哇的时候呢，这种哇是要做特别考虑的含义。Vikapanatena，所以呢这种特别考虑就是这个 yo 除了之前谈的变化之外，就是 yo 变成 阿刚，还可以 yo 也可以变成 am 和 anam， 也就是说 am anam 是可以从 yo 而来。所以 yo 将会变成 an， 或者是变成 anam， 这是依这个字母的 wa 来带出这种变化。
因为这个哇在这个节目特别带出特别的安排，特别的考量，所以就出现东哈。东哈是原汁，那我这边的 yo 没有讲第一个 yo 还是第二个 yo， 因为没有说，我们都可以思考为两个 yo， 所以东哈加 yo 是东哈，东哈加 yo 也可以变成东哈呢。这个你会以为是 nam 变个标志，其实这个不是。所以如果没有学习这个，以为东哈东哈加南变成东哈南，变成第四第六个，不是，这个是右边的标志了。如果是第四第六个的话，在东哈阿妈一定变成阿甘，就跟我们刚才学了。因此这像布里萨纳，所以如果没有背诵这些变革规矩的话，也许你会认为董哈纳是第四第六个了。同样的阿汉，阿汉你会以为是阿姆变革标志，以为是单数第二个了，其实不是，它是又变成变而来的，所以它是我们的意思，不是我。所以它可以是第一格、主格或是第二格、宾格、暗行。所以暗行乍看之下，我们以为是第二格单数。但是呢，我们之前学过，它会变成 mam 不是 amhang， 所以呢，如果也就是 amha 加 am 的话，它是变成 mam 不是 amhang。这是之前我们学过，啊，也许大家还不记得，但是的确，这边 amhang 呢，我们要非常小心，它不是 am 变的。它是，所以如果能够背诵它的变革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的话就会很容易误会它这个是第二个单数。同样的 amhanam 也是，因为后面是 anam， 也会让人误会它是第四第六个。我们再看一三六经目。Sasam. Sa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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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am.傻的暗，也就是傻傻是傻的意思，所以傻变革标志的暗，也就是傻变成暗了，或者说暗这个是由傻变化而来的，也就是说傻就是变成暗了，所以这个经目呢只有牛奶和乳酪，只有能做和所做，没有它的 limita 条件标志，所以就需要借助上面的经目，也就是东哈安哈过后了，也就是东哈安哈过后的这个萨变个标志变成安了，因为它是萨三，所以这一些呢我们看到这个 arm 要小心，它这个 arm 不是第二格，而是由 sa 变个标志来， sa 是第四第六格，所以我们看东方 diade 给已经给了，是被给
是属于被动词，已给你了。东方第二个已经给你了，所以应该是第四个。所以东哈加萨变一个标志，萨在东哈过后，它就变成暗，所以是东哈为了你或者是给你，因为是第四个萨变一个标志，或者是第四东哈你们的啊你的。In the definition, you see wa, wa is sometimes, there is wa. 在，大家看到这个进入的五 D， 它有这个wa，也就是如果不用这个进入的话，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进入 ，dua mama se， 由于sa变个标志，这个东哈呢变成大wa。然后我们安哈呢加沙就变成妈妈，所以到瓦迪亚爹，到瓦迪亚爹就是当我们没有用这个金木的时候，就变成大瓦了，而不是东汉了。就是因为这个金木有瓦这个含义。那东汉巴里嘎后，巴里嘎后是拥有，或者是。东方巴里嘎好就是你的所属物，您的拥有。所以一这种，因为它是属于第六个，就是你的的意思。因为这个第六个是萨萨南西欧昂尤纳伊萨南，这个是第四个是马伊萨南的第六个。所以如果是第四个的萨的话，我们应该翻译成给你的，为了你的。但是如果第六格的话，我们应该翻译成你的。所以东哈是东哈加萨变个标志。现在这边这个萨变个标志是属于第六格单数，所以萨在东哈这个字过后，它变成暗，因此东哈这个字就形成了。到瓦巴里嘎后，这边他没有用这个金木变成到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木有瓦到瓦了，到瓦妈妈是，就是啊，东哈变成到瓦，如果是萨变个标志的话，那阿姆哈也是妈妈的阿爹。Ham ham dia de， 这个是给我，给我了。给我的，是 ham ham dia de， 或者是妈妈 dia de 是一样意思。所以妈妈代表我的，那给予我呢，是因为有哇这个字。在他的这个寂寞的诗意，所以有时可以变成妈妈，有时可以变成阿姆哈。所以呢，还有阿姆哈巴里嘎后，我的所属，我所拥有的妈妈巴里嘎后也是同样意思。所以阿姆哈巴里嘎后是这个寂寞形成，妈妈巴里嘎后是这位，是因为这个寂寞的哇而导致他不需要用这个寂寞的规矩。所以就照之前我们学过的这个金木来转成妈妈。所以东方妈妈是这个三个金木。Like that. Here is one group. So, my main number, my wife, and my mom. So, this side, there ar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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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那在这我们看270经目。Two, seven, zero. Okay. Amha, Domha. Amha, Domha. Can you see? Amha, Domha. Brahma Dha is Brahma Dha. Amha, Domha, Andu Raja, Brahma Dha, Saka, Satu, Pitadihi. This is the name Dha. Sama. Pitadihi is Pitu Adihi.什么是？所以这些是nimitta条件标志。然后 sma 是 kari， 那是属于 kariya。he 这边可以翻译成之后，也就是 amha 之后 ，domha 之后。那都之后 Raja Brahma Atta Sakha Satu Bidu Adi 等等，然后 Sma 呢就当作 Na 来用。Atta Raja Atta Brahma 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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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ha Atta Satu Atta Bidu。什么什么是另一个标志？就是在 Amha Domha Anduraja Brahma Atta Sakha Satu Pitta 等等的这个 smile 变了过后，变成什么呢？变成 Nava。Nava 是 Na 一瓦。那瓦是那家伊瓦，就是伊瓦是像那一般。虽然它是 sma 变革标志，但是应该把它当作成那变革标志来用。所以 domha 什么变革标准，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那来。做变革。所以在什么呢？东哈变成美亚，东哈变成德亚，东哈变成美亚。虽然这个是什么？什么变革标志？它要向那变革标志将来变化。所以呢，当它 sma 变个标志，应该把它当成 na 变个标志的方式来运作。那 na 这个变个标志应该怎么做呢？就依 na 的方式了。虽然是 sma 变个标志，但是在以上这些之后。也就是在这些 Amha Domha Anduraja Brahma Atta Sakha Satu Pitta 这些字过后，它就被视作为那。那这个 Pitta 等等，这个 Pitta 等等过后是什么字呢？就是 Madu Bidu Padu 等等啊。还 Atta 就变成 Attana 等等。然后 Pitta。Bidu 是 Bidara, Nadara, Padara, Madara. Padara 是 Padu 过后， Didara 是 Didu 过后， Madara 是 Madu 过后， Gadara 是 Gadu 之后， Wadara 是 Wadu 之后。就是 Wadu 过后加 Sma 变成 Wadara。那就是像那边的标志怎么来变化，这个我们之前学过 Namhi Dayamhi Amha 变成 Maya， Dumha 变成 Daya 了。
现在我们学习完了东哈和安哈。We show more about the number 1, 2, 3, 4, 5, 6, 7, 8.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数目了。What is the one? We have learned what is the one? One of the human knowledge one. What is that? 我们学过一、day 免疫是 day 是一。Something like that. You may have it in your language.在缅语呢，写意那个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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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鸟的名字。佛陀也教导他的弟子一二三这些法术，比如说萨摩尼拉。那佛陀问萨摩尼拉：“哎，什么是意？意是所有众生都是意这个食物一食而住。”也就是每个人需要有食物的意思。那二法是什么呢？二法是名色。这是佛陀的一二三四法术。因此，如果我们把它切开分析一切事情的话，它只是明法和色法了。那三法是什么呢？三法是戒定这个佛法生三宝了。什么是四是四圣地？这是在大部分的教导都有。所以这些法术一二三呢，在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有这种法术的定义。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一的变革是什么，二的变革是什么等等。Okay, so we go to part of the where we can find A86. 第八十六，题目八十六。This is a one time of the Tabanam. Sumu is a diamond. Ubadido. Ubadido. Namina. Nam. Nam. In Nam. Nam is a noun. Nam is a change. Nam. Nam. Bien Chen.印南啊，是在乌巴迪多过后，就是乌巴等等之后，南变成印南等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看例子，也就是南在乌巴等等呢，将会变成印南。题目就是这个乌巴迪多拿明南，南变成印南了。我们看乌宾南，乌宾南是两个的。也可以翻译成为了二，因为它可以是第四格，也是第六格。所以无名呢可以翻译成为了二者，或者是为二者的。乌巴是乌巴加南变个表示
南就变成印南了，不变南。另外一个是杜维南。Do in Nam. Do wa plus Nam Zakin. This is exception. After Aku Ba exception. What is the exception? Uwa. And Uwa. Uba Tido. Ubaja. Dundun. After Duwa. Say the Dundun. This is the Benda Duwala. Duwa. Duwa is the other. Oh, two.杜瓦就是乌巴哥等等等等是什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目。法术二是什么？二是开和关。老师开玩笑说，我们看下一个经目。Inna minna nam dihi santiahi dihi 是第就是三过后就是第就是三之后三加一就是数目所以第三加一就是在第三号过后第一三个意思 number 第是 three 就是三个是数目的意思就是三这个数目之后这个是条件标志所以呢第不是有第呢三呢有其他的三这个 D 呢只是数目的三数目的三就是指一二三等等的三的这个数目不是其他的 D D 有其他字也是 D 但是这边的 D 是三这个字母的这个字数目的字所以在三这个字母过后 Inam 变成 Inanam 了所以呢它这边只有两个锁座没有牛奶没有能座而不是三过这个数目过变成 inam 或是 inam nam 所以呢就延续上面的题目 nam 呢变成 inam 或是 inam nam 所以第一呢就可以在 nam 变个标志变成 din nam 或者是 din na nam 都可以翻译成给三者或者是三者的 din nam 是 d 加 nam d 是三
南呢是的的意思，山这个树木的。南在低过后就可以变成 inam， 因此是就形成了 dinam。所以大家可以听到 dinam kandanam。dinam 加 nam， nam 过后还可以变成 inam nam。Dinanam， 所以 Dinam Dinanam 都是可以通过这经目把 D 加上 Nam 变成，所以意思都是第四个第六个为了山或是山的，所以这经目呢也是跟树木有关，下一个就不是了。我们去看第九十经目，班查迪南，马达，应该翻，把这个连生词切开，班查迪南，阿达。班查迪南是。咖喱是属于能做，阿当是咖喱啊，是所做，所以只有牛奶和乳酪，没有条件标志，也就是班叉等等的阿当，阿当是阿的出现，班叉是指五，所以五等等就是五六七等等。也就是五等等的二出现，也就是五。班恰，这个的呢，其实有暗多的含义，因为在五D 在诗里面就谈到。五班恰的，当我们看到可以看，会要知道有它的含义，有三个含义，一个是某某的，或者是成可以是代替成什么，或者是插入什么。或者是结尾变成什么。所以这边是结尾变成什么。所以班恰的结尾是什么呢？班恰这个结尾是啊，如果是五，那第六呢？恰，恰的结尾是什么？也是啊。七呢？七是萨达，萨达的结尾也是阿。所以 Adam 的意思是成为阿，就变成阿了。所以呢，班恰阿变成阿了，就好像，所以因此就变成没变样，就是变成正常。
变成一般，变成正常的意思就是说保持一样。比如说当您在给人吩咐的时候，这个你做这个，你这样做，这个那样做啊，当你提到这个保持原状，就是不变的意思。所以班恰等等过后，它的结尾变成啊，班恰结尾本身就是啊，它又再变成啊，意思就是说保持原状的意思。所以它这边的 nimitta 条件标志什么呢？条件标志就是延续上面的题目 sunam hi sura sunam hi。我们从无地就可以看到，由于书变个标志，那变个标志 ，he 变个标志，那班恰它的结尾就变成啊，就是保持原状。You see example, 当下书。我们看例子。班恰加书。由于数变个标志，这个后面的 R。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上面的经目有提到，如果说有 R 的话呢，这个 R 上面的经目是 Tsunami Sutra， 有数的话 R 就要变长音，但是呢在这个经目就限制了这个变化。如果是树木的话，班恰它是阿结尾，它就不变长音。其实后面有苏南希，这是这些变个标志。第六也是，加速也是，加速。由于树变个标志。原本是恰这个结尾的 R 要变成长音的 R， 但是这个经目呢就限制了它，也不能变成 Brises， 就像 Brisa 这样变成 Brisesu， 而是变成 R 数。Okay.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节目 R 还是保持变成 R， 然后 su nam nan nam 也是 ban cha nam ban cha cha nam 变个标志，由于 nam 这个变个标志 R 保持原字，但是我们不能直接讲保持原状，我们只能够啊还是变回啊，这是经目的表达方式。虽然这么说，但是如果是 num 变一个标志的话，它有多一个字母，就是双辅音的 na， 要变成双辅音的 na 的话，我们就要参考经目六十七。那这个我们待会再看六十七经目，我们过后才谈，我们先继续看下一个经目。那 he 是班恰， he 是班恰加 he。班恰希是五个，班恰南是五个比库的，班恰希是班恰加希变个标志，用的金木，由于这个希班恰的结尾呢，好是保持 R 变成 R 就是不变，所以希这边可以翻译成从五位比库。或者是通过或者跟随五个比库句格，所以这个班恰希是第三第五个恰数，恰是六，
有以树变个标志，这个叉结尾这个 R 还是变回 R。那 num 变个标志呢，变成叉，然后还会加上这个 那多一个，这那就多一个辅音，双辅音。可以翻译成六个，跟着六个，或者是从六个。所以可以翻译成从六个，或者是，比如说萨达数，萨达数是第七，比如说七觉知。萨达加数变个标志，萨达阿还是变成阿，在七觉知里边呢，萨达南。在气节就是萨达苏气节支的，或者给气节支气呢，是萨达呢。那从气，或者是通过气萨达伊阿塔也是阿塔，比如说八戒阿塔南，在八戒呢阿塔苏阿塔南是八戒的八的，或是给八的。阿塔伊是从吧，那哇是九的意思。那哇。大沙是十，比如说有十戒等等。Okay, so, you may go on.十九呢，我们这个经文呢可以用到十八。那十九呢，我们把在巴利不讲十九，是讲二十减一。这是巴利的表达方式。三十呢，三十的表达方式是二十九，对不起，二十九是三十减一，这是巴利的表达法。九十九呢，我们讲一百减一。是以简易的方式来形容这些八十九或者九十九，比如说八十九星，我们说 Eguna Udi， Eguna Udi 就是九十简易的意思。Eguna Udi九十减一，那班加低呢，就是五到十八的意思，就是这边的五等等等等的意思，就是一直到十八这个数目。我们再看，回去看六十七经目。No, yeah, bod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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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对阿弟的意思，多是之后是重格，
这是 nimitta 左边的 nimitta 就是对等等之后，二等等之后是二三四五等等。Nam he 就是因为 Nam 这个变革标志 Prisam he Prisam he 这个 Nam he 是为一个的意思，代表原因，这也是你们的条件标志，这个是在右边的，所以左边呢是多对多的多是对等等，然后右边的条件标志是那米啦，然后中间是什么呢？是诺诺是什么意思呢？是那嘎拉格摩，就是出现那这个字母啦，所以如果说在左边是条件编制式的之后，右边呢如果说前面有对 后面有 nam 这个标志的话，那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也是把那变成双辅音，大家看对 nam 有时对加 nam 即只有双辅音，能够变成双辅音呢就是这边字母了。所以顶南也是第三这个数目过后加南边的标志，顶南因为这个字母就变成顶南双辅音的那四加度南，加度过后那出来，所以加顿南板卡南是五的意思，卡南是六六卡加上南，因此多一个双辅音那萨达南是七，阿塔南是八，阿塔过后南就加一个那南湾南是那瓦加南，由于南那多一个辅音插入，达萨南也是如此，达萨加南变个标志，一直插入多一个辅音，如以此类推，到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十一就是 ekadasa， 一十是指十一，啊，多达萨是二十，其实是十二。啊，四跟十呢是十四的意思，所以呢，在巴黎呢，十以上的数目十在后面，就是这个经目就是让那插入，也就是如果 nam 作为变革标志在后面，那就加入，所以二到十八都是如此做变化。那加这个多一个字差是什么意思呢？一这个加这个字 三加个摩，也就是不只是那这个字母可以插入，萨这个字母也可以插入，萨加是也是阿个摩到来，也就是被插入了，所以不只是那会出现，萨也可以出现，所以在诺加就是那也是，是为什么讲也是呢？原来萨也会被插入，大家看加达萨南加都加南，这个老师需要写一下。加都，加都是四的意思。加南，
南是第四、第六格，可以是给予或是的意思。由于南变个标志，中间可以加那或者是加萨，萨是双辅音的萨，萨萨。Sasa, Sasa, Sasa, 加南一起出现。加都三南还没有变成加都三南，这个乌呢还要变成阿。因为是加都三南，不是加都三南，所以需要多一个字幕。萨萨加纳的出现是因为这个加的金木，但是阿乌变成阿呢，应该用什么金木？这边没有特别的金木允许这么做。如果没有特别金木的话，我们就需要用我们叫马哈苏达为大金木，大金木就像一个总钥匙。万能钥匙一样，任何规矩都可以运用的。这总钥匙的金木大金木呢，老师只列出它的名称、它的号码。是在达迪达帕耶生词的章节，在排生的404。在404进入过后，自己可以学习。依着404的这个万能钥匙的金木，它有很多功能，它是属于万能钥匙。万能钥匙有钥匙的金木总共有四种，这是其中一种。用404这个金木呢，阿物变成阿了。Okay, next one. 下一个题目，加多萨那。加多萨那只是出现在阴性词。然后第三呢，第三呢，第加那。那是。的或者是为了三或者是三的，用这积木的搭就可以加入沙沙加上南，所以是第三南，第三南维的南就是三个受三种感受的，或者是为了三种感受。所以沙沙和南都一起来插入，用的经木就是的67经木的恰的这个字，加达三南一体南，这个是阴性词。第三南维的南南，维的南是像干亚，也是阴性词。时间到了，我们就谈到这一边。我们分享功德。内巴那萨，巴加哟，阿丘，妈妈波尼巴甘。Sava Sajanam Pajemi Desabe Mesamam
Punya bagam lavandu sadu sadu sadu.